世界也不再是梦想。2010高雄国际影展5月7号到10号，高雄八宝大楼疯狂登场，邀你乐游天下不打烊，还有机会抽中修理车哦。各位好，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所举办的高雄市国际旅展啊，今年定在5月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，也就是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跟礼拜一，在高雄市的地标八五大楼的4楼、5楼、6楼举办。我们现场一共有430几个摊位，集合了各大航空公司，还有各国的旅游局，以及各县市政府的旅游单位，还有各大旅行社啊，以及优良的这个民宿啊，还有各个饭店啊、景点啊，全部都来参展。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奖品啊，除了每天所提供的一些机票或者是住宿券之外哈，我们主办单位也准备了一项大奖啊，就是一部30休旅车啊，我们会在我们的展览最后一天，请公证人士在现场啊，将这部30的休旅车啊现场抽出，所有购票的民众啊都有参加抽奖的这个资格以及中奖的这个机会。